赶快起来。干什么？你说你干、啊、你说你干啥呢？啊？我干啥了？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干啥了。啊？你干啥了？你对得起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这样子啊？你赶快起啊。想不起来了是吧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想不起来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想想啥？我让你自己想。想什么想？睡觉可是。快起来！干的太多了是吗？你想不起来了是吧？我干啥了？我干都太多了。我都不好意思说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哎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吗你？啊，神经病是吧你？哎呀，别这么睡，可是睡什么睡啊？睡什么啊？睡什么？快起来！你还睡？你还有脸睡你啊？快起来！快起来！灯关了，灯关了。你都要把我气死了！快起来！我干啥事了？我气死了，气死了！你自己干的事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说怎么了？你好好想一想。想不出来，我都说不出口。哎，我嫁给你，我图用啥？我啊，你还这样对我？对你，我怎么了？我说，你说怎么了？啊？干啥？你怎么样对我？你不知道吗？你还在这睡？你还有脸睡？你赶快起，快起，快起来！再不要酝酿了。都几点了都快九点了，赶快起。不起是不是你啊？啊，不起是吧？你把我胳膊拧疼了。内分泌紊乱了是不是你？来了给你。我根本没乱，好着呢，顺顺的。乱厉害。顺顺的，一点都没乱。气死我了，把我气的这红毛散帐的，你还想睡？你睡什么睡你啊？快起来。你睡什么睡？你在这儿还舒舒服服找着位置，你还找着感觉，你也疼我了，放手，快点起来！想挨打吭声啊？我为啥要吭声？我傻了吗？快起来！我在外面等你。什么？啥事？你自己想想，你干啥事了？你好好想想，我想不出来呀、啊，想什么想？哎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这样子，这大早上的玩意儿，你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怎么了，你赶快说。你自己干的事情你不知道吗？我干啥事了？弄得我连觉都没睡，就早早的起来了。怎么了？说，到底是咋回事？你对得起我吗？我嫁给你，我图你什么呀？对，我对不起你了，赶快说吧。怎么了？到底是？我嫁给你，我图的什么呀？我简直是。赶快说啊！咋了？做了个梦。啥？我做了个梦。你做了啥梦啊？做了个梦。都说不出口。哦，就是因为你做了个梦。在那挠我半天，我太生气了、啊、你自己睡不好觉也不让我睡好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也该起来了呀，你每天都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，神经病啊！做了个梦，说做了梦跟我有啥关系？那是你自己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出轨了你，我亲眼看见了。出什么轨了？出轨出轨了呀，出什么轨了？跟哪个女生出轨了？你客气、啊、我问你，我跟哪个女人出轨了？没看清楚她脸。不过我跟你讲，我太生气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特别的生气。哎呀、啊、有病呢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我在梦里面我都快气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气死跟我啥事儿？你气死了？哎呀，你根本想象不到那种把人都恨的呀！我恨不得把你都撕成八块。真是服了你了！我看你呀、啊，就是个内分泌紊乱。我一点没乱，我好好的，很有条理。条理什么条理？
你有没有梦到过？我在买做这个梦呢。你要梦到了，你就会感受到我今天的感受了。我想问一下你，梦的内容是什么？你能给我讲一下，是什么梦？我说不出来。我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自己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气得给我嗝嗝的，早晨起来，你还想在那儿睡？咋没嗝过去？嗝嗝。也正好呀，你刚好是晚上不睡，早晨不起，你这早晨起来早一点，你晚上不就瞌睡了吗？你天天晚上熬夜也不行呀。你说你，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？你内分泌紊乱，知道吧？我看你嘴唇紊乱了，话都说不利落了。我现在舒服了，我终于解气了。你都别提了，多做那个梦里面内容，可把我气的呀！以后再别这样了啊。哪凉快哪呆着去！再不要做对不起我的事儿，我跟你讲啊。哪凉快哪呆着去。